哦，今仔日是继续伫咧开一个临时会，会知影包括这原住民团体，也有环保团体，拢有去伫法院伫咧抗议相关的法令。也个我本来是反对开这个临时会的民进党团，嘛表示讲，因即马是要来按算每一条拢爱来表决这个方法抗议到底。在法院临时会第二天，门口来真侪原住民的团体抗议临时会议庭内底，包含一万有争议的原住民自治法草案，因为三个版本还未整合，被组织上头。最具争议的原住民族自治法这个草案，你却放在倒数第二个。今天的临时会极有可能会挑灯夜战。不但原住民团体来抗议，二十号拜登要先在行政院组织法草案当中，针对海洋委员会组织法，因为并无成立海洋部，向下嘛，敢那只说有一个海巡署，组织规划无转变，环保团体更加积极立法真清彩。这样子的组织法，它架构的是什么？它完全没有东西呀、啊，它这九条完全没有东西呀、啊，它架构了只是一个傲慢权力的结构。因为行政院组织法草案当中，要将即卖37个部会缩成29个部会，牵涉到未少组织法草案的即个修正。国民党团挂要在临时会来过关，按个民进党团反对这么紧来立法，决定要用逐条来表决，反对到底。教主政策，今天的临时会完全没有正当性啊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。那有关于组织再造，在上个会期、整个会期，国民党连提都没有提。曹尔祥连提都没有提。我们希望今天很和谐的，而且呢大家也是很顺利的，那把彼此间有获得共识的一些这个组织法早日通过。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，哪里党团有缘的协商，尽可能会当先通过部分无争议的组织法草案，真就是争议性较悬的国防部组织法草案，更改会留予成国会继续来审查。记者小陈，屁股陈清伟台北报道。